下他挡不到第二下，第二下把枪先顶过来，恭喜风仔，他做到了。来是风仔，风仔漂亮，把选图先抢回来了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用一辆车的劣势把。拳打张西庙，脚踢杨康豪 ，PC 阿毛获表演赛总冠军。嘲讽对面，怎么嘲讽？让他们开麦，一会儿直接站起来。会不会玩飞车？来，站不站？打完，站不站？我们这边只要有人出现，我们站起来对对面。拳打张西庙，脚踢杨康豪。哈哈，这打个表演赛都里都说的，这不得劲儿，你知道吗？挡太挡了，想拦你，我想干你。好啊，看我搂不搂你就完了，别搂我就行了。因为他的跑法的优势。你好，哎，直接把球踹出去了，落地是阿毛，阿毛还得是你啊，怎么都这么认真啊？好小子，杨康豪，杨康豪，有机会，得看这个路线。Surprise！ 哎，安迪小子，你又出手了，萨的完全冲线，萨的追我。他还能后追我了，现在完了，我被他撞了。江龙看你的了，把禁军搞下来。我还有意，我就把你撞他。行，现在也被我干了吧。怎么个事儿？姐妹什么情况？我在后面玩泥巴，我又被阿尼撞了。阿尼，别想拿第一，现在开始。给你俩搭个台子，你俩打吧，要不？最后还要来卡一下，有点吓人，有点吓人。我就看后面有个人冲上来了，后面是谁呀、啊？啊、燃动挑战赛的冠军属于阿毛，属于 KZ 阿毛，这我们的恭喜阿毛，拿下了，拿下了，一个冠军哦！好好好，中国区 QQ 杯的时候，秋季赛、季前赛、表演赛总冠军，有上台就这么说。阿尔 W 迟仔表演赛遭大追，太折磨了，快点结束吧。Nope。一个老五，一个老六。第一把谁冲的？阿毛吧。一把阿毛。那他这分数不够啊，还要打好几把、啊。我去。Nope。那他好认真啊，他怎么这么认真啊？我不想玩了，真的。三把D6，我累了。我已经跑得很认真了，但是不会玩啊，这里平常开原级的。Nope。能不能快点结束啊？折磨什么？很折磨。非常稳定，好吧。每把都第一啊，我。来了，海兵器。这图烂了，这图我也烂了。这图不觉得我上文武完成的图吗？是吧？是的呀。跑慢点让我完成一下。哎，他发的什么东西啊？他是跑慢点让我完成一下。那个狮子可以冲了，可以冲了，他能完成，冲吧，冲吧。好好。哎，阿纪怎么没完成了？啊？你怎么在我旁边？能完成吗？你怎么小阿群啊？我还能完成。谢谢你让我第五。哎，你完成了吗？没、哎。你怎么？总决赛正式开始，双方打气环节，金句频出，展示自己就行了啊，什么压力都没有啊。输赢就是我们输了，展现到自己了，那他们确实值得，对不对？我们赢也，我们也值得，他们赢也值得，就是这样。Okay. 什么东西不能强求？放歌下飞了，听得到？听到啊。谁不是看大哥比赛长大的？这谁都知道，好吧？蛋哥硬气啊，要硬气！你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个蛋了，你现在是一个崭新的蛋，好吧？哎，你没有感觉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感觉，就好像在打常规赛一样。前面打一下呀，输赢那么多。对啊，我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你要嗨起来，懂不懂？别想那么多，享受舞台就行了。你看，那么多人在为你加油，干就完了。总决赛首局激战，棋逢对手，顶级乱战。我们挑战怎么个玩法？昨天什么不是说好了吗？怎么还一遍一遍问呢？别紧啊，别着急，你把你自己的操作专注啊，阿蛋，别想别的，你我就不跟你多讲了，正常发挥就行，好吧？别急，享受舞台啊，你们两个慢慢来就好了，知道吧？一定要慢下来，心慢下来，速度快起来，享受舞台，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对，加油，兄弟们，来了，走！我们的总决赛的第一局，谁能先冲出来？阿神这边是宁青，是的，这一局朗哥赢分了，赢分14秒78，没接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把心态调整下来啊，自信起来，自信起来，自信起来。没事，蛋哥第二圈可以回你了呀。这个图也是，就算我们落后也不要想，我们有三分的优势，且下来是我们的王图。这图很简单的。对，你本着跑就行了，不要着急。最后宁青可以完成重新，1分04秒46。别急，我们有东西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OK， 没关系，阿蛋，我觉得我们练好了的啊，别想，一定要自信。好，哎，掉下去，加油，稳住。我起步也挺快的，但是正常跑就好。我们俩都算快的。你打得比他好，你那么多分啊，对不对？
加油加油，林军总决赛舞台上开局三连冲，稳住就行，他还回来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没事阿生，别想太多知道吗？两个仓位吗？更好啊，更好呀，他们连机甲都不打。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看一下最终的比分，我就只剩一分了，开始，可以，直接躲了，连着三个拖，非常好非常好，推了四分啊，只剩一分，我们现在一分大，这个图我对风仔也自信，我对我自己也很自信，可以是吧，加油啊，加油给他卡，没事啊没事没事，慢慢打就好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确实有点难骑，骑过三个人上墙，哎，风仔输了，三个全复位了是吧，应该左下面的，好加油加油，王图就自己自信起来好吧，我起步我看傻了呀，起步要有个人出去就爽了呀，三个人上墙，地下复位没点到，没事，这把还赢一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想去对抗想吗，挤到了挤到了，李鑫直接复位，风仔上来小挤，挤到了挤到了，节奏没有任何问题，可以拿到十一分，这辆按掉武神笑到了最后，你前期那个对抗把你先对到两秒开外了，帅了 SNEC 又放完小飘，然后下一个王子也被我卡退了，爬坡那里啊，嗯，爬坡顺车那里，起步把李鑫直接摁住，我们领先了怕什么， OK 加油加油，你反一了吗，那个 ECU 滑弹基本就滑掉了，没事没事，现在我们选图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但后面的阿生和蛋仔两个人，哎，风仔也上墙了，蛋仔不想输，林鑫掉下去了，没有冲刺的，哎，这个 ECU 这局面有点太大了呀，直接硬管，我们已经登不上了，我们得恭喜狼队拿下了， 一直抖都拿下了，他说抖的一抖拿下了，接个档吧，怎么样，接个档，牛牛牛，看你直接撞那边了，我不敢踩那个加速带，速度好快啊，有点害怕了，你也走啊，对啊，哦，他们一直失误，这里走完后面别走了，跑得很慢，好像有点效果，有那么一点吗，把他们吓到了，蛋仔 ECU 都不知道怎么开了，他直接停在那里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五位强敌浴火重生，狼队刀具组成功复仇 RSG， 尽力尽力，对，我们尽力打一局算一局，冷静啊，尽力就行，知道吧，保持那种愉快放松的心情啊，慢慢来吧，慢慢来，教练握手，加油兄弟们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兄弟们加油加油加油，是的，这一波后面飞云又开了一个跳桥，飞碟空过来没有解的，野鹤手里有一个护盾，可以直接冲线，恭喜野鹤，打第一就好了，解的打第一看解就行了，打对我看解， nice 空给我，他有碟没办法，那个气呢，他跑了个碟上来的，那这个龙卷风飞渊要提前交易，有氮气，这个氮气怎么说，大可能补位到最后吗，可以补位，恭喜大跑一个，给了给了，打地开天使，我开了姐拿下来，兄弟们可以的啊，节奏很棒，慢慢打，你和你想先尝试一波，没有任何的护盾，龙卷风过不去，一双风两个，最后我们得恭喜野鹤，姐姐我丢了，到了到了，扎到了，你打，注意看点。他那边补刀就不太好，压力跟不上了吗？太多了，我被巨猿搞了。双酷比，看大可能不能够反超了。这波开了一个盾挡掉了之后，这个龙卷风还是顺利的过去了。有一个酷比还能够打大可，闪电打响，但是最后无关紧要。4-1，局点来了。假的，双身。打的，我的地方，风 ，nice， 全罚我。nice， 不要管比分了，不管比分，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，4-1没用的，拿好没补就好了，没补到盾啊，前面一个盾没补到，压跟不上吗？那里差不了那个机甲吗？后面两个空，两个空，被巨猿搞，补上来了，这么多龙卷风，比赛要结束了，新道具啊，比赛真的要结束了，一个最后一个闪电打下来，有护盾，恭喜狼队，来自己拿，酷比给我 ，OK， 拿下去卡。刀具啊，保我啊，过了，看姐姐，想了想了就想了 ，nice， nic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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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两个点，光，没了，没了，节点被他过了，急了呀，家人们，他没有解的，点给他扣回来了之后，我们位置就好了，那个点没给他扣到，让他过去了，没事，被击败没办法，下一轮了。RSG 战术大显神威，不留遗憾，狼队之魂坚韧不拔，九冠留名，有点紧啊，你呼吸有点快啊，是吗，你怎么样能放松自己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给你来两巴掌，你放松放松，真放松，加油啊，加油
不要放松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蛋仔又没点到 ECU 吗？是的，一分十秒八三，恭喜阿胜先拿了一分。别懊恼，别懊恼，还没结束，其他的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阿蛋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加油！卡一直了，本来好快，没事没事，赢着就行，结果好了就行，加油加油！哎，阿胜上墙了，被蛋仔反超一下，是 nice 啊，没有放弃就对了，阿蛋 nice， 就这个状态，丢了一个小分，蛋仔想要卡位，卡位卡位，完成反超，恭喜蛋仔！没事没事，不要想后前面的，知道吧？我被吓一跳，我再闪出来了，帅帅帅帅帅，吓一跳，可以可以，活回来了。我以为他没了，心态放松下来，现在。OK， 那不要出来，这样来。再有对抗的机会，冲撞过来，但撞出去了，没有反超机会，恭喜阿松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调整很快，然后后面细节你打好，我觉得你现在再拉细节，问题不大了。最后一手打到最后一手就是苏格兰场了，阿生啊，可以吧？尽量四比二拿下。对，尽量四比二拿下。我跟你说一下，本期有个底啊，享受舞台。直接快出，恭喜蛋蛋三比三。阿奇，我也是。没有，他也很给。最后一波应该两个都走了。我最后有点紧张。没事，你别想这个，你想这个东西你就打不好，你比他厉害的兄弟，记住这一点。最后一个弯道，我们可以恭喜阿生四比三的比分，再次将优势交给宁心。他前面没输啊。啊，对他前面快，阿峰加油，加油加油，打得很好，阿生，到你表演了，亲，到你表演了。金华东梦，宁心做出了让车的选择。就硬刚了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月影不拿，哈雷特，哈雷特，这破釜沉舟了，真的是破釜沉舟了呀。对，好战术，挡了一下，但挡不到第二。下就直接反超，先顶过来，恭喜风仔，他做到了，来是风仔，风仔漂亮，把选图券抢回来了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用一辆车的劣势把选图券打回来，成功了，我们只能这么样打，我们搏回来了。阿芳，我觉得输赢不重要了，尊哥的东西也展示了，说实话，炮后面的，炮后面的，追的，我跟你讲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加油，干干干，已经完成线，比分再次扳平，五比五，我觉得已经搏回选图券可以了，阿芳，来了来了，加油，能赢就赢。反正加油，反正是同车，加油，同车就没事。宁青冲向终点，六比五破局。企图对抗我伤了，就当输了，对，好，没了。我反正已经不紧张，我也不紧张。加油啊，凤仔，加油！不到最后不要放弃，阿峰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能带走就带走，带不走咱们最后一手，懂吗？加油！最后的断孤标，看宁青没有问题，完美飞跃冲向终点，收下属于他们的第九个冠军。兄弟，有问题吗，凤仔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阿山，阿山，阿山，好久没这么走过了，2-0反而还走。让我们恭喜狼队获得2023年 QQ 杯之首，现在秋季赛的总冠军。